哎，我先来一个，我看头个饺子能不能吃个钱啊、哦？十个钱，反正是四盘饺子。没有了，没吃着。我就愿意看他吃饺子。哎呀，合一个吃着了，行啊你呀、啊！我也是，来一个。没好像认识啊，认识谁？嗯，今天你挣钱啊！别硌了牙哦。妈，凭啥呀？妈，你吃一个，我看看。头一个就吃着钱了哈。也没有啊。你那是挺歇的，这不是转啥子去？你到底想说啥？从小到大学习我只。又一个还没吃着。哎呀。奶爸硌着牙，慢慢咬，咬这边认没有。第二个没有了，嗯，吃着一个，吃着一个，就我一个没吃着呢。嗯，快吃吧。要是够。嗯，吃着了，吃着了。哎呀，要是够，吃着钱了。便宜，四盘里头一万块钱，这没有几个哈。你算算，一盘里也就两个到仨。嗯，这些嚼着。哎、你俩先挑，你俩挑，剩我俩。还有几个啊？这里一个，这多有意思！五个饺子里头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对，正好那盘里头有四个饺子，谁要吃不着，我就代劳。我吃着一个，就得给我转100块钱。好，一人一个，能吃不吃？我吃，你俩先挑。那要吃不下去，我就给代劳。我挑个小的。没有。好哎，剩四个。到你了，我就查他了。没有，今天有。剩啥了？一人一个。你来，你先来。你随便来一个呗。你好。那这是你的，你先来。你先来。你先来，我喂你。我。来，我喂你。没有，这是我挑。嗯，这俩肯定有一个的。对，有一个。你这属于捡漏啊！你这是啊？捡。